翻 BC 特集，时间3:28。我今日玩呢個日本，即係呢個叫咩 ？DICE 嘅 server 亞洲嘅，即係本身你成日都話亞洲嘅，即係 DICE 嘅 server 都好多 hack 卡，今日我就見到好少，甚至可以話冇。我玩到Merita 同埋 Operation Underground 都唔見有 hack 卡。我玩鋼鐵路嗰時，今晚邊個見到呢、這個Negato？我記得我撞到佢好似係一月，即係我最後一次撞到佢好似係一月尾嗰陣時，即係依家佢升到 level 348呢嘅，日本人嚟嘅。唔知點解我見到嗰啲 hacker 咧，即係忽然間玩玩下，突然間走咗腦嘅，應該係咩斷線？即係你唔好同我講話咩 ban 曬佢哋。冇呢個可能，即係可能即係我嗰、那個即時 lucky 得滯，嗰、那個 server 入到一個咁啱冇 hacker 而且係公開嘅 server， 咁都可以話算到好彩。如果唔係，即係好似夜晚咁樣見到7個 hacker 喺度，自己有3個，第一隊4個，其餘嗰啲基本上走曬，個個 server 都少過40幾個人。好似我都唔見嗰啲成日叫嗰啲 hacker 咩 Man of Pan 咩 Great 嗰個 level 14咧，上次見到佢白係咁白人頭咧 ，level 9嗰陣，依家係14，隔咗耐仲係 level 14嘅。咩？我見佢用嗰個韓國嗰、那個、那個標誌咧。咁就個個就即係令到所有人都認為佢係韓國人，但實際上錯嘅，因為其實有啲人都好中意掩耳盜鈴，實際上佢只係中國大陸人，即係基本上依家中國大陸嘅 hacker 先係最多嘅，咪台灣第二啊，即係台灣都係最，即係台灣都有好多啊。上次先見到2個兄弟嘅。即係點解最多？點解中國大陸好多 hacker？ 因為其實中國大陸有好多嗰啲 hacker 嗰啲生產商，甚至嗰啲研發嗰啲人。既然之後放咗呢啲咩外掛嗰個 system， 甚至係嗰個 program， 即係軟件啊，放咗上去嗰個商店嗰度咧，吸引到好多人，甚至即係大部分都係嗰啲，即係佢放咗中國嗰啲網站啊，中國大陸。跟住個個睇咗之後，甚至有啲俾人吸引住嘅，咁所以就吸引佢哋買。係嗰個。和小外瓜啊，咩 hack most code chain 87都好似都唔見佢，即係平時見到佢都係玩 Merita 同埋 Operation 的掛，但係依家唔見。上個 report 啊 search 唔到，因為3月5日打後啲全部都睇唔到嘅。依家都有個 bug， 就係佢 check 唔到你嗰個回合結算，同埋嗰個 game report 都出唔到嘅，即係好似
之前十二幾五 TV 更新機都係睇唔到嘅，所以話三月，即係三月四號之後打嗰啲你係睇唔到嘅，除非你拍咗片。即係我記得上次 見到呢個 Most Cool Chain 87都係玩 Marita Operation 得啩，三月一號，跟住佢最後一次玩嗰次係三月五號，唔知係咪啊？上前幾日見到佢135呢，今日我見到佢都係135呢，真諗唔係出 cheat， 即係攞個分數高可以好快咁升呢嘅咩？點解仍然都係 level？135呢，即基本上唔好同我講話嘅嗰個佢個最後遊戲俾人 ban 咗，應該都只係去咗第二啲 server 玩，甚至佢冇玩到。一月幾見到個 hack 卡叫做咩 Hero Teams 咩 Bobcom 一假。即是假冒 Hero 的一個 hack 卡，跟住依家我見佢玩，即最後一次玩2月29號啦。即係我望佢啲 report 都，佢已經變到唔係一個 hack 卡，玩個 TDM 3544。呢、這個新型肺炎疫情，佢話都唔會有停止嘅結果，即係佢話都要呼籲我哋，甚至即係尤其老人家有心理準備，因為其實呢個病徵都可能持續到去夏天嘅。我記得沙士都即係嗰陣冇咁嚴重，我記得去到六月幾嗰陣時候，就沙士疫情已經完咗啦。但依家新型肺炎唔同，因為依家喺全球多個地區都有爆發，南韓、意大利、伊朗、日本呢啲都係咁爆。所以基本上都係唔會完嘅，都係甚至你可以話你想佢完都好難，因為你要知道。那個結果是怎樣？你在公園經常做人體那個那個人都沒有再來，我記得都有句二月頭見到他之後，到現在三月頭都見他整個月都沒有來，是不是不再練習呢？即我見他說我每天都練，我記得我十二月中的時候已經開始見到他每天都來練，但現在不見。Shit.